咱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昨暝睏有好无？声敢那硬啊吼，表示拢全睏无好，同款。我来百几届啊，头一暝我拢睏袂好，因为我若过坡拢睏袂好吼。啊，等若习惯了，我要转去啊。那么，我讲讲无完吼，等下阁继续讲。那么，首先我拿来讲一个故事啦吼。马英九吼，伊就做个 long stay 吼，啊有一届就安排去一个养猪户，因兜去 long stay 吼，啊天光，主人就引带伊要参观伊这个猪场啦吼，有饲猪，也有饲鸡、饲鸭，也有饲狗啦吼，啊那么。马英九就讲：“主人，你做头前吼，因带阮参观啦。啊，主人甲因安怎呢？无啦，总统你行头前啦，吼，你是总统呢，你爱行头前。啊，我拢较惯是行伫精神的后壁。马英九啊，台湾人有讲马英九无？马啊，英啊，九，哎，佮讲了佮对党对党哈。”啊！即嘛参观了，因为伊拢爱赶猪赶鸭，拢今日精神后壁惯势啊，伊煞甲印即句啦。嘿，啊！即嘛中昼着办一块桌请马英九，啊有一个菜叫做炖鸡吼，迄鸡啊炖到足烂个啦。啊马英九吼，着伊硬着迄鸡脚，哦，中国人呢做个玩文字游戏个，伊讲硬着鸡脚讲凤爪啦。哦，这个凤爪好，伊就硬一支下在伊个盘顶，啊，就搁硬一支讲要予主人食。你看主人搁个，因为啊，总共无啦，阮无咧食鸡脚啦，阮拢留予狗食啦。好，啊，所以咱下昼呐，你咱中昼呐有出鸡脚吼，恁往那咱边啊拢有饲狗啊吼，留予狗食啊吼。好，我今日睏无醒吼，啊，讲一下笑笑，安尼应该拢醒啦吼。好，开始上课啊，来，咱讲到这吼，台独代表战争，唔是阿强阿妹甲咱拍，是美国要甲咱拍吼，所以要搞清楚。咱拢放下讲，袂使独立阿强来拍过来，吼，无影啊。独立是美国甲咱拍，阿强阿无资格，因为伊对中共对台湾。抓头抓尾拢无伊个名，因为自因阿公清朝，吼，即马阿强啊，你会使搞当作孙就对啊。因为清朝迄个孙中山推翻变民国接嘛吼，啊，过来换毛泽东接，清朝顶阿公，啊，因阿公个时代就甲台湾偏哦袂好人个，吼，敢若你甲当作跋主教，啊，无现金无人土地互人。接收伊对无？啊，你即马做孙呢？这个阿强啊，还搁咧呛讲，台湾偏哦，较早阮阿公的土地呢，啊，伊就袂记讲伊跋输叫因阿公就输好人去啊，吼，家己还搁咧话讲，啥物？自古以来，台湾澎湖是因呢真正不可分割领土，啊，这是无合理啦，吼。来，是按照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嘿，啊，这真奇怪吼！啊，你美国号称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啊，恁家己若咧办各种的选举，哦，比如咧州任的迄个州长咧选，恁拢会夹一挂民生的议题，夹做迄个公道，是安怎？阮台湾人袂使公道，这是美国又画红线，因为伊足惊。咱台湾人头壳无清楚，六十八九年来，迄个国民党洗脑加工，拢通病。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哦，你甲想，想那阿扁啊，两千年选到，好、哦，伊爱去讲四不一没有，其中就是爱讲无要做统独公投，因为较早独派。阿伯陈水扁阿伯去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一直讲鼓吹台湾要独立建国。
啊，这个独立建国就是违反美国的红线，因为台湾不是无头家，我当有讲，有两个头家，一个所有权证的人，一个握有所有权证的吼，抵押抵押手链的债权人美国，吼、哦，啊，所以美国足惊你戆戆啊去公道，咱就来想讲，2008年贾中廷跟马英九咧选，包括2012年小英咧跟马英九选，是不是两个？独派，哦，夏忠廷甲小英，含这个通派慢叫。哎，这两年，2008年，咱选输呢，独派输200几万票呢。那么，到小英，咱们三只小猪的效应气势好噶，暗中讲稳赢，结果小英嘛是还阁输80万票。表示啥物？85%的台湾本土台湾人，会选输无到15%的中国人慢叫。那么代表呢？2300万，你甲当作讲300万人是纯的中国人，剩的2000万人是咱本土台湾人，其中有一半以上1000万已经许加加讲伊认同中国人啊。这是这60几年来国民党教育成功啊、哦，所以这1000万人挖过中国人，所以咱会选输。85%的选输，15%是安尼来，所以。美国足惊你要办统独公投，哈！万一那像你甲这两个当作统独公投，咱选输两届啊！啊，这若伫国外，后壁人咧看台湾，讲是恁台湾人欢喜甘愿要含阿强啊统一，所以恁会去选这个终极统一，哈！诶，这个马英九，啊，将来解放军起兵，你白，哈，马英九引中共入台湾，啊，美日安保条约要出兵说，嗯，我来尊重恁老百姓的决定呢，因为美国是民主的国家，啊，恁民主程序公道出来，讲要跟阿强啊合作伙，要终极统一的，啊，咱说美国要出兵说师出无名，哈、哦，所以有事先就爱给党员讲，台独代表战争，哈、哦，啊，就恁来公投。我若无客气，所以陈水扁2004年是毋是安排一个防御性公投有无？啊，这个防御性公投要公投，伊爱甲你要公投的理由，吼、哦，啥物原因？爱送予美国看，啊，美国是来看看，佫找无理由甲阮甲反对呢？因为毋是要国民党要统独公投，毋是伊即个甲用。防御性公投就是讲，我要发展一挂飞弹吼，防御性的飞弹吼，那将来这飞弹将来我那往飞弹要甲伫半空中就甲炮崩掉，啊，所以变成讲2004年，美国只有找无理由甲反对，怎啊好有办公投绑大选这件吼？啊，拄仔你讲这个未使公投是，无爱互你统独公投吼。来，啊，这个先啊，美国要爱咱民众爱分两四千名，啊，佮41份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啊，头拄啊四千名，这张有讲的。那41万份就是讲，你上起码美军若要入来台湾，哈，啊，要甲中华民国请去金门妈祖，那么你上起码咱台湾民众有一群支持者来甲欢迎美军入来，美国要入来。有真侪人会反对呢，搞不好会牵一头啊呢，吼、哦！啊，所以这41万份，若有这人就这侪人有领咱的台湾政府身份证，这表示这人拢支持咱民政府的法理论述，啊，这会使类似做种族教官安尼出去外口讲宣扬，吼、哦，安尼，若有人咧冲动讲，那下美军要入来占领咱台湾，你会使甲安达讲，啊，这法理上就是安那。这块土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咱日本天皇战书啊，地啊伫美国手里呢，哈，啊，所以暂时这个战争在还未行进前，哈，啊，咱即马要要求美国，我是予你美国拍败，我毋是许中国人拍败。其实，咱日本大日本帝国正手拍，含中国修战，咱是正赢呢，
咱甲规个中国的省份沿海拢占领，这个蒋介石建书到伊秘伫个四川重庆的雾都去创立呢，只是倒手跟美国相拍，拍输。啊，拄啊，因两个美国跟中国是同盟国，所以美国牵两条原子弹讲咱日本天皇投降，咱算建书。我讲中国，安尼伊也讲伊也建赢呢。迄是捡着，会使讲捡火烧炉啊。其实国民党吼，若听着讲日本军准备要来拍对一个都市，对一个乡镇，国民党军就先绕跑啊，撤退。所以蒋介石不讲一个，以空间换取时间有无？都土地我概括，你要来占领，我就撤退，让你来，我卖跟你直接冲突，因为伊直接冲突温输的嘛。给死人了对吧？一定拍输的。啊，包括国共内战，伊嘛拍输。国共内战，1949年就是美国发表一个对华白皮书，迄个对华白皮书就是等于要放弃中华民国啊。迄个白皮书一个发表落吼，国民党军就无力啊，规个心拢溃散，啊，兵败如山倒。啊，建书，但是因个宣传机器嘛，做啊，所以地面佫讲到敢若建尔。伊建书撤退，伊不爱讲撤退呢，伊讲叫做转进啊。撤退是安尼撤退，伊甲你讲转个方向前进。哦，你看有够生文字游戏无？吼、哦。啊，伊佫讲因个家己报纸吼，因个中央日报讲，我军转进神速。哦，迄速度足紧的，一日千里，听起来敢那好足牛的，共军追赶不及。哇，安尼，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走个离火开。好、哦，啊，共军追赶不及。好、哦、啊，你若讲读起来敢那好，袂输国民党军外牛呢，对不对？啊，那台语足简单啦，迄讲几波，台语讲四字啊，叫做拍输走赢。好，安尼对无？好，伊就是拍输走赢，准走来台湾的啦。遐拢录无到的哈。好，好来，咱来注意看讲，美国军事占领台湾，伊的法律的依据是啥？哈，啊，有啥物迹象会当看到讲，咱台湾是要去要美国军事占领？哈，第一就是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条，哦，这就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伫所拟定吼，伫1945年的8月17日，由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伫1945年的9月7日，对日本伫东京湾迄个受降典礼，伫密苏里舰长馆迄个受降典礼，迄天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美军来接受伫台湾的日本军的投降。给他们缴械，啊！你注意看，这是命令蒋介石，讲到命令，因为杜鲁门将这个杜鲁门总统是所有的盟军的统帅，啊，盟军下卡管辖几个战区，啊，譬如有欧洲战区是艾森豪做总司令，太平洋战区是麦克阿瑟做总司令，那么中国战区。是蒋介石做总司令，吼，这位置拢较低，杜鲁门总统是上悬，所以伊会当授权吼麦克阿瑟将军来发布这个命令蒋介石代替美国来占领日本台湾，吼，就安尼来，啊，这就是伊的法律依据，吼，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伊靠权来分配盟军啥物人。代替伊占领台湾平和，啊！你啊想，当初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当时嘛命令讲中国的东北，包括北韩，哦，北纬38度线以北这个北韩，遐日本军爱向当时的苏联的远东区的总司令，哦来投降，哦，啊，同款。在迄个印度支那，就是越南吼，就即马当咧乱即个，
北纬十六度线以北，包括台湾跟澎湖，向蒋介石将军来投降。哦，这就是美国伊打赢日本，所以有权利来分配什么人去占什么所在。好 ，OK。过来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吼，这是1952年4月28日啊。其中的第二条规定，日本要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第23条，确认美国是对日本的主要占领权国的身份。啊，这个日本当然就包括日属台湾，哦，咱拢算由美国拍牌 ，OK， 好。啊，有这个主要占领全国，啊，那么。来委托蒋介石派部队来占领台湾片哦，迄个叫做次要占领全国哈。这个开始美国开始正港的头家哈。好，来对日本的和平条约的签订，就是旧金山合约，是由51个同盟国来作为协商。啊，这个是杜勒斯咧主导这个协商。那么，家咧分配哈。那么。杜勒斯是美国总统所聘任的和平大使，吼，就是去跟其他国家做下来桥工，究竟咱和平条约要安怎草拟，吼，要安怎协商 ？OK， 你看，拢美国咧主导，吼，也无讲英国还是法国出来主导，还是苏联，拢无啊。好，过来，你看台湾关系法，1949年4月7日才订立，但是伊追溯到。1979年的1月1日，什么原因？咱头都有看了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但迄当时是要求中华民国蒋介石部队来。那么，你看中华民国断交伫1979年1月7日，美国看中华民国断交，啊，那么迄个麦克阿瑟命令会当在哩，所以。美国参众议院赶紧订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哦，啊，追溯到1月1日生效，都连接到麦克阿瑟一般命令没有等在哩哈。啊，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哈、哦。你甲想，美国的参众议院伫美国国内订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拢无含咱台湾人参详协商，拢无，连咱的建议权拢无。直接就定了，定了，搁进行在台湾实施。伊要实施嘛，免要免讲问讲，我要实施这个法律在台湾会使袂？唔免，吼，因为伊真正是占领国吼，咱拢唔捌听来讲有英国台湾管理法，还是法国台湾管理法，对不？啊，而且美国是因为伊打赢日本，啊签这个旧金山合约了，依靠这个权利甲义务来定这个台湾关系法。过来，1982年，雷根总统有对台六项保证，啊，这背景就是讲，美国，咱这阵蒋经国原来足紧张的，足惊讲这含1949年迄个美国对华白皮书同款，吼、哦，美国要去含阿强啊签，吼、哦，白旗公报，吼、哦，8月17日，所以叫做白旗公报，啊、哦。那么要签进前，台湾人哦，中华民国伊个外交系统甲情报系统，原来了知影讲有这件代志，足惊讲台湾要予美国出卖去啊！吼、哦，所以规个台湾民心浮动，足侪有钱人土地、房地产一直卖，赶紧要离开台湾，吼、哦，啊想办法要摕到国外护照，吼、哦，要逃难的意思就对了。啊，所以迄阵民心浮动的情形下，蒋经国。准派个外交系统去跟美国参详，伊甲要求讲，那么你为了台湾，你爱来发布一寡保证，对台湾有安全性的保证，和安大台湾人的心，吼、哦，是安尼来。所以雷根总统唔卡准发布这个六大保证，吼、啊，咱来看伊六项保证讲啥。第一就是讲，美国无意想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第三，啊，头拄仔你怎么看？这下对台，啊，这下对台。即摆在讲这個对台，唔是咱台湾人哦，是台湾关系法内底
台湾治理当局，哈，就是其实背后就是中华民国，哈。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哈，这对台这嘛是同款，哈。唔是袂予咱台湾人，是袂予即马咧管台湾这个台湾治理当局。美国未修改台湾管理法，哈，因为真侪人认为讲台湾管理法是咧保护台湾的。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无要施压迫，予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吼，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伊讲对台湾有主权的这个主张，表示讲台湾的要去由美国掌握掉咧，啊，伊无认同讲阿强阿咧讲。伊对台湾有主权，这个主张。啊，你甲想，是按照当当一个美国总统雷根，伊就爱提出对台六项保证，那其他国家拢无对台保证，都吼、哦，其他国家拢无对台湾有任何保证，还是承诺，都爱美国总统，啊，是咱台湾人较伟大，伟大。其实就是讲，咱台湾跟美国，就是因为咱被占领，啊，伊是占领者这个关系。啊，日本的天皇的领土，去予美国君主占领，美国要负责任，把台湾甲平和顾好，袂使搁予其他的国家占领去抢去。就跟他讲，我来甲银行借钱。土地抵押伫银行，哦，啊，就我甲这块地租予你，但你爱好啊，甲我顾好啊，你袂使我内底土，你去用偷恶去啊，哦，同款这个意思，哈、哦。好，过来，咱来看讲，虽然新竹的乐山雷达基地顶管挂美国国旗，这个，这座雷达是世界上新的，叫做普鲁爪雷达系统。以这个侦搜出来的哈雷达波侦搜范围半径3000公里，会当侦搜到中国的内蒙古、新疆、内蒙古遐去，好，包括北韩啊，北韩伊咧试射啥物大浦洞飞弹，咱这个雷达站拢侦搜会到，会再提早予咱伫台湾顶管这战斗机哦，一定有提早5到6分钟的。这个铁闸预警的时间的对吧？那么这座东西在阿扁的时代编差不多300万台票下去的，但是到2008年马英九当选了，美国虽要求追加预算，追加到要100亿，哦，所以拢开到要400亿，才把这座起了。啊，是安怎追加100亿？因为美国知影讲马英九这通牌。足惊一挂机密泄露出去，所以要求讲这座雷达站还阁开到要100亿做加密保护的措施，吼、哦。啊，这表示美国原来咧防这个马英九出卖台湾。啊，那么真趣味，台湾人开钱，美国人咧使用，这内底咧控制雷达站只个工作人员拢美国人，吼、哦。啊，包括。安全内卫安全啊，美国人，吼、哦，外围较远的，较是中国军咧退休外围，哈、哦，啊，另外佫挂美国国旗，啊，你佮想，啊，恁台会当带人个国家设这款，即敏感性的这个雷达站，那毋是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哪有可能安尼？啊，无你呾毋去，阿强遐有呾设一站，啊，呾成立美国旗。绝对无可能，吼、哦。OK， 这代表咱要防占领，咱防占领，咱无话讲。伊记得要说多对，吼、哦，就在意意思。就敢那，迄落我甲你租一块地，吼、哦，甲你租10年，啊，每一年拢，哦，迄块地若一价地，啊，若拢10万，啊，10年就啊100万，我若100万付予你。我住顶悬，这10年来，我要种啥物件，就在我种啊。啊，你既然抵押伫我手里啦，吼、
啊，我要带顶员啊，要安排啥物来过这块土地，卖用占，因为这个雷达预警机，这个雷达站预警的时间提早五到六分钟，这对军事上也真重要。因为你看即卖战斗机也是飞弹，迄速度拢是几马赫吼，拢超音速的哈，拢两倍以上。啊，飞行器即卖战斗机拢超两倍，啊，若飞弹拢六倍以上的，哦，五六倍的音速，迄速度足紧的。你加五六分钟，你的电脑伫即五六分钟，光去算出对方的飞弹的弹道安怎，你才要安怎射飞弹伫半空中要甲炸了，哦，这拢足重要哈。OK， 好，啊，来过来，美国贺电的意思。啊，当选流亡中华民国总统，拢来接到美国的贺电，吼，这都敢若像一般命令，迄阵吼蒋介石同款，吼，命令伊来管台湾，一脉相传。咱来看2004年阿扁啊，迄个3月20、3月3.19枪击案，这个陈水扁随敲电话互连爽，讲啊我巴肚着枪伤，啊这遮重大事件。咱明仔载敢要停止选举？连总想讲，哦，伊个民调，甲要六成拢票拢伊个啊，总共有影响嘛？一输啦，照常，阮一定会赢。明仔载阮就做总统啊，继续选无要紧，哇！结果选了到底，煞连总煞输20000几票尔，算来拄啊输0.228。哎，奇怪，这跟28之间的英灵，敢那有咧运作个款吼？输0.228呢？啊，所以这哪样都唔管，落去霸占凯达格兰大道，过去占领中央选举委员会，无爱哦，迄个主任委员黄兆祥去打迄个当选公告，哦，啊，所以连续到一礼拜，美国的贺电拢无来，啊，咱另外就拢咧等，等甲真紧张。那么阿扁啊，透过关系，伊甲美国再来协会，哦，迄个。李主主席甲联络讲，啊，是安那贺电拢无到，啊，迄个夏新迄个一个查某的吼，伊就往那敲电话等于白宫问，白宫甲应讲，只要中华民国的中选会甲陈水扁当选的这个证书公告打起来，半点钟内白宫贺电就到，啊，结果迄个消息，中华民国遐个哪样嘛知影，所以特别。黄兆祥要打迄个广告，吼、哦，哪里多 QQ 六六，一个洞不好打，一个阿妹好打，啊，所以甲玻璃拢真易破，吼、哦，底下 QQ 六六，吼、哦，小拍，结果打的吼，水哦哪样拆掉的，但伊打起迄个即马人个，堪咪人连拍啪啪啪都翕到啊，甲这个相片传去白宫，贺电半点钟来真正搞，这个贺电一个搞。哪样就知影大势已去啊！因为美国已经承认陈水扁连任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啊，这等于是一个任命的派任的证书。所以哪样知影讲啊？啊，这个任命书拿落来，咱阁乱嘛不好。美国已经承认，啊，这就敢若讲，你若甲当作讲台湾是美国一个分公司啊，譬如讲迄个卖迄个素食的迄个吼。美国的总公司较早用派任的，派任一个总经理来管台湾这间分公司，啊，这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啊，落来换因囝，嘛就甲任命因囝去做，啊，尾啊，换用选的，开放互恁台湾人去选一个恁的总经理，第一任的选的迄个叫做李登辉，啊，过来选陈水扁，即马哦。即马选的这个马英九，以前是用牌，即马开放讲民主社会，家己用选的。但你是选到嘛爱任命书，就是白宫的贺电，家己承认，好，你也在做台湾的总经理哦。好，啊，若任命书无搞，还不一定哦。哦，所以大家拢在等。啊，你看，你等那个任命书，就表示讲伊才是头家嘛。哦，董事会决定讲家己承认 ，OK。讲你会当做台湾这个分公司的总经理，吼，安尼 ，OK。好来，咱来看军事基地对比，哦，啊，时间才紧点咪到，来，这里我讲完啦。菲律宾有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
啊，有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琉球有加索纳空军基地，佮有一个普天间基地。来，古巴有一个关达纳摩湾基地，咱台湾有一个清泉岗空军基地。啊，你注意看，这四个所在，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哦，菲律宾佮古巴当时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所摕到的。啊，台湾甲琉球就是第二次世界太平洋战争所发生，吼啊，因为天皇战败，所以就设这个空军基地，吼啊，你安尼吼，你就知影讲，咱真正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的所在，吼。好，啊，今仔时间的关系，我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啊，各位同学，咱下课要困十分钟，好，下课休息十分钟。等一下，8:10，请准时进来教室上课哦，8:10。